好，一起一起，来，好，正中央来伸个挥个手，我们先看一下生日的摄影机，台下的大家入围很开心，我们希望当天看你们盛装出席，并且为我们三地有超强金钟的好消息，希望今年入围的十项大奖，大家都可以顺利获奖。右手边的摄影群，来，先跟着大家一起来。好，右手边摄影群，好，好，来，来正中央那个，我们先跟这个为大家这个指指路的这一台摄影机看，来，左手边的摄影群，大家跟着一起，好 ，OK 吗？大家，好，我们先进行联访啊。好，郑叔现在那个，好，我们再讲。是我。OK。还有多，然后这个西西。哦，等他们。有这个，看起来蛮厉害哈、啊。这是什么？我的办公室。太大了吧？在哪？这不是安电吗？在，对啊，在信义路四段。天哪！对。啊，我这边就一个弄一个舞台，你要放这边可以吗？啊，然后放那个乐器也可以录音这样，哎，加变摄影棚。那这个挑高超级高了，还以为是国外的宫殿。对对对，挑高大概有三四层高哦，你眼睛看着它。对呀、啊，挑这么高。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等下，听我们这样讲会想看，对不对？宪哥之后可以看一下办公室。哈哈哈哈哈！太高了吧？请红的放下。好，等一下，没关系，没关系。哎，放三。OK。我讲给你。好，谢谢谢谢。戴帽子。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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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一个这样子，应该是来不及。我也想说少一个。再说再说。再说谢谢。他立正一点，对不对？好、啊，对不对？你别看这一只哦，反正它很重要、哦。真的？哎，对不起、啊。哦哦哦。错是的。哎呦，直接说。OK 了吗？顺利顺利。I love you, baby. To cry over you, baby.哎，年度最感动奖，王彩华小姐。哎，我跟你讲，真的，你刚那段话让我们收起那个戏虐的心，对不对？讲讲我们交流的内容，就是说真的很感动，就是说那个40年来第一次入围。对，然后宪哥刚刚讲说，刚好前面的大哥有挡住，嗯，然后那个角度会比较舒服。要不然我们真的会掉眼泪。对，我们要维持这个初心，当然，对不对？然后永远当作是最后一次上台。对，想起那个谢幕的时候，我这一个鞠躬就再不回来了，嗯，就用尽全力了，就封麦了。除非说有国庆日特别要庆祝，那就要等一下了。对。他怎么？你要开麦了。那个音乐一进来，哦，那音乐进来要先无言花嘛。哎呦，然后因为舞台很大，你才那个有没有二姐才能慢慢从那走进来，然后走到中间啊，音乐一停下来以后，站在那边30秒一句话都不说，第一句话就是。对，就懂我意思，就跟 Michael 一样啦，让大家先对掌声啊什么的。然后比如说我回来了，哦或什么，这是家的感觉嘛。好了，没事，我的部分讲完了。讲完了，加。再来第一首歌，加。给好，加。真的非常感谢三立，真的我从三立开台的第一个节目《台湾大庙火》到现在，三立也像是我的家一样。台湾大庙火，然后再来交流北加再三立，然后陆陆续续都一直有
受到三立的照顾，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主持我们这一摊。对，那真的，就很感动啦，因为出道40年，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是很努力。那夜市每一摊你都要吃咯？就是我们每这样会有植栽哦。对，就是我你看那个，你看那个 kid 哦。Kid 胖26公斤呢，现在瘦一点。对，对，有瘦回来了。从一开始玩很大开始，他就靠那个日安完美嘛。还有水纯纯嘛，水纯纯，水纯纯的味道就像乌梅子酱。消水肿、消胀气、消夜胀。然后再我还没讲完。没菜，你每一餐都要吃啊！你爱讲较刺鼻的，你拢无啦，哦，你拢哦，感动啊！你用你一直插进，一直插进来。我老公回来的时候你就插进来，就受不了。哎呦！那我就是非常感谢，就是大家观众也谢谢评审，然后谢谢金钟奖。再来就是因为我们都很认真跟努力，然后从出道到现在一步一脚印，我都把握住每一个机会跟每一次的表演，我怎么样把欢乐带给大家，这是我应该要做的。你最应该要得奖的了，所以你罪有应得。是这样用吗？不是，罪有应得，因为他啊，对啊，在这个行当里面做那么久，可以，对啊。什么游戏我没有玩过，几乎都玩过了啦，连那个恐怖箱以前。都手进去恐怖箱有没有？到最后已经变到脚进去做恐怖箱了呢，都已经换脚了。换脚了。对，手已经做到已经没有感觉。我卡了。要换脚了，对，是一样。恐怖箱里面的东西要怕呢。哇，又是这个，又是华姐来了，姐来了。完成这样了，完成这样。哎，像他们喜欢爬山的有没有？他本身就喜欢爬山，他就我如果说我做一个节目，我觉得现在找我做节目只有一个可以做，研发没有哦，研发的那一个去发明，那 OK， 发明家研发的一个，要不然你就比如说高尔夫节目，我做高尔夫，对，我靠，勇爱打，来厉害的泳装高尔夫哦什么，泳装，一定要讲泳装，真的没有问题，哦，打球啦，要不然也不能说品。品酒，我觉得你可以做高尔夫球节目。高尔夫啊，嗯，你喜欢打，而且你又那么厉害，酷了，嗯。我到八个月前天，前天吧，前天对，前天啊，前天八个月以后第一次拿球杆，但还打得还不错，但是那个秋老虎太可怕了，结果我就中了暑，我现在是有点身体。燥热。那秋老虎他打几杆？秋老虎打大概32度，三十体感大概40度。一动打32杆，打真好。对啊，所以你们是爬山的节目嘛，对不对？对。那我们现在做除了山以外，我们现在其实又跟马来西亚做结合。百岳，百岳都爬完了。没有，因为百岳太多了，就100个。100个以上，就是台湾海拔超过。台湾的。超过3000公尺以上海拔有260多座山，天哪！所以照道理来讲，我们好像再拍个20年，应该可以了，就是可以了。而且我们已经进入到国外了。我昨天晚上9点才刚从马达加斯加，对，我们就到处去探点，然后希望把台湾的美景介绍给全世界之外，我们还可以透过这个节目，把国外的景色跟台湾景色做对比，大家才知道台湾的好跟美。哦，国际化、国际性。今年4个有没有？怎么走？星光有没有搭档？要怎么表现？因为艾美听说你那时候也讲说你要做最辣的嘛。没有，我的礼服大概就是有穿跟没穿一样。讲成这样贱啊！身上有镶钻这样子，然后就走出去。那我们其他三个跟进，我们三个也要跟进。七哥，那我该怎么办啊？我们一起才华姐，有穿跟没穿一样。怎么办？你的钻可以比较大。啊，对了，他们说要赞助那个什么钻石啊什么东西。所以宪哥，你也是跟艾美一样的，没有，你要跟阿莲讲一下啊。对不起，对不起，在聊的是直接在对那个服装了。对不起，太忙了啦。对一下。还有他那朋友要，他们要在那个，他们要在法国巴黎开那个鼎泰丰，然后要加盟，问我说找那个杨老爷子，他们可不可以加盟这样。你事情很
好多、哦，很多，超很多了，要负责啊。对呀、啊。你看他的部分，他没有业务斜杠很多斜杠，不是不是，因为那小姐衣服怎么样？啊，哎，衣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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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衣服，服装，衣服我直接没穿，对，不是豁出去了，你要吓人呐、啊，不能看到、啊，我现在正在极力的减肥当中，对，因为像那个宪哥讲的，就是我们只在瓜田，我现在主持这个实境秀又要吃又要什么，所以呢，现在就开始真的要。瘦一点，然后再来穿性感一点。但现在怎么样？性感的程度，我其实还拿不个准，没有拿一个准，就还不知道。确定要露前面还是露后面？哦，前面当然上面是下面，当然是露上面了。露腿还是露胸了？胸是，我一直以来在脸书，我一直都有在露胸，我也从来没有掩饰过我的胸。我的朋友都比较怪异嘛。然后因为等于说庆祝我入围了，我说我们台湾没有在庆祝入围的，然后就送了一瓶酒，要了，对，就送这一瓶。哎，我怎么这样子拔起来？是红酒，对，哇，这我不懂，我说红酒是怎么样？就送一瓶红酒，贵吧？那这外面是保鲜膜吗？还是？那我就说啊，送酒我又不喝酒，后来我就打上去问嘛，对啊，这个牌子，这一瓶要35,000。哦、美金，哎呦，美金等于105,000啊！哇，我说哇靠，我要喝了这一瓶去旧中路走在路上会被雷公劈啊！就这一瓶啊，这一瓶红酒，对啊 ，Romani County 红了会很久，红酒哦，红酒就是红了会很久哦，他说红了会很久，那我这个意思，那我不要喝。我们不要喝，我们一人一口啊，一人一口。我们再去爬山庆功，好，刚好。OK， 我跟你讲哦，如果这边35,000吧，得105,000台币啦。如果我们得奖，哎呦，那我就带了这一瓶把它给开了。哎呀，开就开。对对对，但是有一条件哦，就每一个都要得哦，没真的。哎哎，就少一个。少一个我就带回家我自己喝，缺一不可嘛，缺一不可。那我们可以三遇三喝啊，宪哥。怎么这个我们一辈子舍不得喝吧？这有什么好收藏？就把它喝了啊，对呀。105,000呢，一口就好几千呢。对呀，怎么这么奇怪？那你今年轻松多了吧？我真的是平常心啦，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我们。节目已经11年了，然后我们入围，这次是入围7次，所以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我希望每年都可以入围，因为我现在不太一样，就心态不太一样，我觉得入围就是一种得奖，所以我觉得赶快大家庆功宴庆起来，对，因为起码就是我们有被看到，因为你看这么多节目，对不对？这么多主持人，但是只要有入围，我觉得就是非常开心了，因为我以前会一直讲说入围就是一种入围嘛，对，但我觉得那样是不 OK 的，对，就入围就是一种得奖。对，所以很开心的，我们就等一下就是去庆功宴，就开那一瓶红酒，对对对，就把它开起来，就不用等它得奖了，就等一下就喝掉了。很开心的，跟很多艺能界的朋友，他人生的最高峰，都是跟我一起。对，真的。对，我都靠他们了。没有。非常谢谢宪哥的带领，真的在宪哥旁边真的差很多。不要这样讲，大家听出来我在谦虚。所以我要赶快再签回去嘛，你懂吗？对，我目色很好。我们高总最可爱，我说哦，大家都夸奖你的外貌，那我也是有脑子的。哎，他完全接受外貌这一块。太多人讲了，他完全欣然接受，欣然接受，感谢大家。对对对。但我觉得我必须要就是陈宪哥刚刚讲的那句话，就是其实每次上台都是最后吃的表，就当最后吃的表演。其实跟我们外景节目心态很像，因为其实我们外景去了很多地方，其实都是相当的危险。有可能去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次有我们分成两组，有一组被困在花莲。哎呦，因为那时候。下大雨，所以我们去的地方有可能就是有个，比如说一个小地震或是一个土石流就不见了。所以基本上我们是去都是当最后一次的。加油！你龙源人本也在找，但保险要先买，保险都一定要先买，要先买好。对啊，我们这摊是从冬天的时候录到夏天，对，没错。然后很辛苦，你讲一下。觉得很开心，就是虽然很辛苦，但是还是觉得今年可以入围，就是有觉得有被肯定到。嗯，然后因为这彩华姐虽然是40年首次入围，然后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要迈入第20快20年的时间。
三月也没有想到这次金钟会这么忙碌，因为除了要在前面走红毯啊观礼之外，然后也要去后台访问，所以就想说会这么忙碌，自己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些事。他是得奖感言的主持人，哎呦，所以他要两边跑。那其实我这一次真的就是四十年来第一次入围嘛，然后我就请我的先生跟我两个小孩也来。管理哎呦难怪我们现场的票都要不到对啊有啦有人家一口气都拿走三张啦我们家一张都没有有啦有啦都有名额啦然后看到他们两位哦我突然间我第一次哦我他们讲但是我说不要那么赶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医美龙头最近跟我聊了这个嘛我说没有问题你这个3000万拿出来，把它给捐了，我这张脸就是你的。因为他们说，哎，你这不是最近是不是老了啦？哎呀，这里什么有法令纹什么纹一大堆，然后这张脸交给他们说，我是捐3000万，这张脸随便你弄。对，这样等于我牺牲了我这张脸，拿来做公益就对了。是啊，玩这么大，玩这么大 ，OK 啊，不像玩很大 ，OK， 因为我们家都不准乱动的嘛，我们家不准去，比如。在大陆不是上次哥讲那个贴给我贴一个面膜，然后就多少代言费，我贴不下去，我就是我就觉得这样很娘炮，娘炮，娘炮，然后拔不一点都不敏感，你他自己认为有问题，他才会敏感。那机器对着我，然后我拿着那个要往脸上这样贴，就是没办法，撑了一个多钟头，后来没去赚那个钱。那我刚刚看那个小鹏有没有彭维玉有没有？哎，一进来那个制作人他做那个，那个浪浪，对对对，浪浪，他是我学弟耶，哎，看起来现在很像我高中校长，所以他要敷面膜，有那么惨吗？对呀、啊，所以我们要保持这个年轻的心，年轻的心，对不对？然后就不用敷面膜，年轻的心，然后初登场的感觉，对啊，心态啊可以。然后那个以前对这个行业多热情、啊，我们很热情，很热爱表演，对啊，因为我们都听到观众给我们的回馈，哭了，华姐看到你就好开心，看到你我就好像没有忧郁，这样就够，对，我不会忧郁，我第一次入围，我打了他100多通电话。然后后来第100次入围，他们说：“哎，夏哥你入围了，啊？那是猫啊，那个啊，蛤猫。”对啊，所以我们要保持初心，嗯、好吧？保持初心，保持初心，永远的阿基妹的，好吧？哈、哦，哦，阿基妹的，对，妹。然后要接阿基妹的还有要发问的吗？那个可以聊一下你在。要组就要前面要走又要做功课，对对，会不会很紧张？然后还有红毯，所以我完全没有在准备红毯什么战袍这些，就没有特别在准备，就是已经开始进入到备战的状态，要主持后台的这个得奖者，因为从来没有去过。但有个小建议，嗯，啊，算了，不讲了。你讲。大家那你是主持人，没有要经过你的访问，对不对？对，你不要功高震主嘛。谢哥，你自己搞了，哇，没了，帅到这样子。不讲，你要不，你就穿那个短裤，不是，你就穿那个有没有那个半合金里面，那才叫功高震主啊！那都是会看半合金啊，半合金，哎呀，你太夸张了。人来，你要啊，怎么今天来开心嘛？不是，然后就还是弄个老背上，不要，对呀，都你，这样大家会比较开心。对啊，因为下河戏很会装扮嘛，对啊，搞得大家都已经忘了有谁来了。好，理解我理解。这个建议希望你能到了。而且上面年美少年，半颗金不错。希望有这个机会可以得奖访问自己，然后因为我们还有伙伴们嘛，所以也很开心。我们后面那边又找人接替他了，你要专心的坐到舞台上面去，对，专心舞台前面，对。想问上山下来四位啊，之前是节目入围嘛，那是第一次主持人入围，就有没有觉得过程中？其实过程真的是蛮，因为其实四位主持人，其实你光要讲话，其实刚开始是很容易会打到话，所以我们刚开始起来之后，后面后制组都是
在那边头很痛，因为你要剪光剪就很剪，现场被练到，对啊，所以我们其实默契已经有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做起来，慢慢做起来，一步一步来，若不是天才就慢慢灌溉，跌倒慢慢站起来，推翻推翻，可以了可以了，我只差这么两句而已，我还不容易，好不容易 Q 到那边，那你又丢回来，你说是干嘛呢？就突然觉得先休息一下，真的是这样一步一步慢慢要慢慢定定定。这次是主持人入围，就觉得是默契变好的感觉，才有这张机有这个机会。我觉得默契以外，体力也相当也变好。哦，因为巴蒂刚开始在爬山的时候，他一直跌倒，一直跌倒，跌倒到我妈妈看那个节目说：“哎，为什么巴蒂要故意跌倒？”重力摔，对，他是一直跌倒，然后又流鼻血什么的。但现在我们慢慢的，可能那真的变高山咖了。可能那屏东附近的山。比较容易跌倒，为什么？因为在埔里老街那附近，埔里老街呀，哎，老街来呀，埔里老街了吗？老街该，著名的一条老街了，埔里老街。现在会跑了啦，埔里老街。体力跟那些爬山技能啊，对啦，而且我们上了山，其实就是把生命交给彼此。已经有小孩啦，彩华姐在讲，现在已经有儿子，对，已经有小孩了，你可以安心的去，安心的爬，实现你的梦想那些。那红毯会带儿子走？哎，其实我有在想，但儿子才刚满一个月，就是怕因为现场会有太多的什么细菌，怕感染。原本想说要带照片，可是想一想照片又怪怪的，很尴尬。不是啊，那个 kid 以前就要带照片，我就说不要。对啊，对，他带照片害我们没得奖。还是人情立牌。人情。对对，就人情立牌。抱在这里，要不要做成抱枕会比较好？抱枕吗？对啊，抱枕哦，好像可以哦。感谢，不用了，孩子将来长大会知道爸爸做过什么。我也是儿子，我儿子以前哪会知道爸爸多伟大？对不对？现在呢？哎，生养交陪，生的容易，养的难；养的容易，教的难；教的容易，陪的最难。我最后还陪他开过两次记者会。哇，你真是仁至义尽！哎，还不是唱，不是发片记者会，是出事记者会。我做了什么孽？我还跟大家道歉个屁！我怎么了？好惨啊！台湾最善良的一个人还要出来跟他道歉，还罚我50万。我家又没有很有钱，他说考量当事人身家背景，我靠，几句话都50万。因为新哥你的小孩都很棒嘛，就来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就比较 balance 的考验，人生不能太顺遂。这路西派真的是我看过最薄的一个人，真的。因为讲那个包红包的事，有啊，他包什么单数啊？单数，他包红包包单数给你。过年说爸爸要孝敬你一下，所以他就包了一个红包，怎么算就怪怪的。怎么送爸爸红包包7000？有新闻，8000嘛。然后爸身体就臭骂一顿了、啊，他永远被两个姐姐臭骂嘛。哇，爸爸你这一包12000都 OK， 那这个意思，用8000也可以。后来他补了3000，还是输哦，oh, 还是单，我的心脏快休克了。他们怎么包钱？啊？没有啊，就他尽他最大的能力。啊，后来又补了另外一包3000的，一包7000，一包3000，气死了！哇，被他气到血快喷出来。我们再一个问题，继续看到。哎，有注意到那个秀慧姐跟奶哥那个？哦，那个没事啦，对啦。是哦。哎，觉得是小事嘛。哎，台上哦，在舞台上啊，谁先翻脸，谁就是输家。嗯，哎，不可以这样。啊，在私底下就不一样。那这个拳击舞台嘛，我就说了，你上的台两个人不挥两拳的话，先不要，对，你先打，你这是来真的，那要不然观众要看什么呢？一定要互殴嘛。但下了台的话，擂台上面这个就不行。啊，他就说跟秀慧姐啊，跟奶哥他们大家也都是很熟的朋友，就是不要那么在意。他在台上讲你贱的话，你看你才死贱人呢、啊，那这样骂得更糟 ，OK 的。
但谁先翻脸谁就输，对不对？嗯，你骂我贱，我会说不不不不，我就是小贱贱。可爱不可爱？所以舞台上是耍幽默的地方嘛。嗯，对呀、啊，所以还好还好。所以现在我觉得奶哥需要跟秀慧姐道歉。不用啦，两位加起来都200多岁了。人类啊，对呀，这样吧，够了，人类人。对，但就说有时候人就这样啊，山羊过独木桥，两个人到那非得斗了一个你死我活，一般两个都会一同落水了。对呀、啊，很少是两个都没意义嘛。所以我以前也是好斗，到后来我现在已经慢慢觉得说，我的人生不会浪费在那些有的没有。像我们今天有这个记者会，有没有？我也是被他们制作单位骗过来。要不然我老早跟露露一样逃到日本去了。台风来最好嘛，飞的有多远我就多远，有多远飞多远。然后又看到今天要陪我们。对，又看到彩花姐真的把我们拉回来初心，因为已经没有那个心在电视上了。对，最初的感动，有多初？最初的恋人，多初。OK， 好，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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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啊！加油！都没有聊到，你聊最多，都没有聊到，都没有聊到心声。现在要不要分享这次入围心声？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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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心声。那现在老唐牛肉面生意怎么样？哦，厉害了，台中好像这个月开幕哦。对对啊，要去吃。反正露西派，你一个月就上缴1200万回来，多的就是你的利润，你个人的，跟他女朋友你们赚的，少的部分我一毛也不会补给你，就这样。我告诉你啊，一直而交，他现在是公司的人，不是我的人，我才不管他，对不对？这个之前陆先生说你有留一个房子给他，啊？陆先生说你有留一个房子给他，就被 Sandy 抢去当化妆间。哦，也是，原来是 Sandy 化妆间。没有，那个房子是他的，算税是陆先生。他不会只有一个房子吧？三个房子了。现在三间。对呀、啊，但是要自己去缴这些钱的。对呀、啊，这些王八蛋就没有，一定要好好督促他们。还有房贷吗？啊？还有房贷还是？房贷现在公司在缴啊，他年纪还小嘛，没有关系。所以会投资有屁用，会投胎才重要。真投胎，真倒霉还要。哎呦哎，谢谢你们，爱你们，回到第一次上台，出行出行，爱你们，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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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抽烟啊，好，谢谢，谢谢，加油。容易哦，好了吧？对啊，好好，一个人有三真的啊，超赚的。下班了，哎，不用，没有吗？我要去排练。阿杰，帮他分享一下，他们在问什么？帮他分享一下心情。我的心情走过去了，我心情超棒。很中间呢，中间。阿杰，如果那么脏啊，要当主持人，因为要录。对啊，我们其实蛮好的，因为我的蛮紧张的。其实这运气真的很好，那你看跟这些前辈，我们才五单光啊。看起来不会胖，对，快五年了，年纪就五年。十一月是不是满？还是十一月满四？满四年了。十一月满四年，十一月过后就是第五。今年十一月再瘦2-3公斤，因为我们是2019十一月，要五年，19哦，要五年了，2021、2022、2023、2024要五，要五。今年是第六年，真的，那个好久爬光光了，对。去国外爬是吗？对，那会不会体力上面啊？录这么多，到时候会有体力上会不会？我记得是10月16号，因为如果到应该没问题，因为明年我们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行程是要去爬世界7顶峰之一的吉力马扎罗，是非洲最高峰，海拔5890米。那个我有先上去过了，我先帮他们去 test。我们的队长先去过，对，所以应该没有太大问题了，因为我们都已经经过那么多年的训练，所以我想没有问题，没有留底线。我们的初心也特别，初心大概可以稍微提一下初心，因为初心好。大概就像我第一次登上百岳的时候，我也是问了自己说，我就是个厨师，我站在台湾的最高峰要做什么事情？
对，因为平常我们在，但是真的是在台湾最高的地方跟最高的地方，然后跟着伙伴们，然后其实心态是完全不一样。对，因为对我们来说，其实山的形状一直在变，像我们跟棚内不一样，棚内永远固定是这样子，因为从来是山，其实每一天它都有很多变化。就对我们，我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已经去过第二次了，但是还是有完全不一样。还算是一个全线挑战，每一次去爬。对。那你们觉得队长就是给你们有什么过程中一些鼓励啊，还是？有他感觉超级安心的，就是你发生什么状态，就是他在旁边就知道你不会死，因为他有给语言，就是有算过那个字，他的命很硬，我看过命盘，对他天生就是命很硬，所以他死不了。是阿姐吗？对，阿姐。然后他又是生态专家，所以在外面我们发生什么事情，就是找他就对了。我前阵子我在骑马的时候，然后在日出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在很浪漫的状态下，突然一只蜜蜂过来叮我的腋下，就真的不知道为什么。然后那时候说阿姐阿姐，然后他就赶快帮你，他就救我，然后把针这样拔起来。他完全知道那个毒液会不会进去，需要做什么样的措施，他都知道。很老练这样。对，他在旁边就很安心。因为他本身是救生员，专门在拔。对，我没有这样子，就是把腋下打开给一个男生，然后把那个钉，对，把那个毒囊拔起来。先拔了毒囊，第二下才拔了毒针。我们一路走，他手被蜜蜂叮了，是算是我不知道。偶发事件。你发现，然后他你自己。我就突然一阵刺痛，然后我就看一只蜜蜂这样子飞过，我在骑马看日出的时候，就一只蜜蜂快掉一下。我那是偶发事件了，偶尔蜜蜂会到你身上舔食你的汗液，因为汗有盐分跟水分还有矿物质，所以它舔的时候有时候心情不好，还是你身上特别的香味乳液，它就叮了，就这么简单的。哇，那你们遇过无法去，就是无法及时去补救那种意外小伤、意外伤之类的？目前我们团队到现在应该没有遇过没有办法处理的状况。那之前有一位工作人员，他因为吃了太多的蜂蛹，然后就开始过敏到不能呼吸，有点气喘，就赶快送急诊。蜂蛹是什么？蜜蜂的油，为什么是吃？因为有人在吃这个当补充品，我们偶尔会去吃一些特别的山产或海鲜。那很多人他会对海鲜过敏，那个叫做甲壳素过敏。可是昆虫它的体表的那个外壳跟甲壳素是同样的方程式，但它叫做几丁子。像我自己对甲壳素跟几丁子的过敏，所以我在吃这些东西的时候，我都有准备抗组织胺。哦，了解了。会有过敏现象。我阿杰就不会死，然后因为他也不会死，所以我们都没事。因为他是一个你们不会死的。之前我去算命过，我是可以的。之前算命我的命算都很怪，但唯独一位就是八弟的太太，他说：“杰哥，你的紫微斗数你是紫微七杀，你天生就是将相格的人，然后你命超运不会死，怎么都不会死，有这本事。”演员会算这个，对，其实蛮多一些艺人朋友都在找他，找他聊这个演员心相识是不是？对，阿元谈心事，原本之前有开一个 YT， 蛮多艺人朋友来上，但因为最近怀孕带小孩就先了解，先暂停一下。对，像有时候我们出外景，我稍微问一下老牛说，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出去的流月怎么样啊，流日怎么需要注意什么，我们都会稍微讲一下，然后我们出外景就会特别小心。不过我觉得我们算神仙眷顾，因为每次出外景都会有。你不是说因为你每次出每一趟都会帮我们就是去求一下，去帮我们帮别人，所以我们目前每一趟都是很安全的。对。所以阿杰算是护身符，然后八弟是真的会去求护身符，真的去求，就是一个习惯，因为外景节目就是每个月都去一些比较有时候去危险的地方嘛，所以就变成有时候拜拜就变成一个习惯。所以大概一次出最久外景是几天？还是差不多都最久十天呢？我最久在干什么？我去马来西亚，我足足去了12天吧。他们来台湾换人来跟我搭，因为我人一直在那边很久，因为那是我比较常去的地点，然后刚好那段时间我的时间是都可以。那因为我们去的地点刚好有三个是我的样区，我都有去那边做过调查，所以我就在那边待最久，然后就一下按你。一下换 Max， 然后那时候八弟刚好在忙，不然好可惜，那边是他超棒的地方，他没有去。那明年会去啊？明年会。我就跟你又问到一个初心这件事情，我突然间想到一个自己的心情，因为2006、2007年的时候，我是台湾田径的生态讲师。那时候曾经我跟朋友讲过，说哎呀，我也好想当主持人。我朋友跟我讲一句话，他说你有看过主持人手只有三根手指？